烤炉喽！这一下可 barbecue 了个屁子嘞！车胎给哥们卸了，真坏呀！不过再有摩托车，我操，摩托车也没了，这咋办？ 这番一对手着呢，等他也把别人杀完了，然后他们打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直接干他啊！来，过来！我操，停那儿！狠人！哦，我操，停着麦田了，呵呵呵。